李兰这里比较紧张。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，接下来登台的两位选手便是唱跳舞台上的两位虎将，王木楠和李梦琪。李梦琪保持四星，谢老师。王木楠降为三星。这舞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我掉到三星，只能表演1分30秒嘛。我希望通过这一次舞台，我能得到更长时间的表演。那么我想说一下，你跟王木楠不是都唱快歌吗？你的声音的稳定性还是比他好的，但是呢，就他的舞台表现力是优于你的。王木楠这次是比较女舞，但是我这次是比较 man 的东西。你如果不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的话，你永远都不会进步的。王楠给人一种帅，还有很多年的舞蹈基础，然后身体的平衡性也很好，手也很有力量，长得也好看。你呢？你那是靠颜值吃饭的。靠颜值会饿死的。所以你要靠什么呢？靠努力吧。梦琪，你对你歌不熟吗？这个是昨天晚上1点钟改的，就是说昨天才改的。昨天晚上1点钟就编曲也改了，然后编舞也改了，全部都改掉了。我没有跳好，不好意思，4点才回到寝室的。可以，但是唱的部分还是稍微弱了一点啊。月亮警察救救你，昨天才流行过的今天全都忘了，照片里全都修成一样的笑傲，总是在追个什么却从来都看不到。 Crazy Mary 拼不离的天空，没有想象的蓝，大世界别忘了抬头看。火箭在月亮上，我的勇气正在点燃，到的人快点走开。拯救你，
他的表情很完美，眼睛什么，对，我觉得他都特别合适。是，我觉得王木楠有进步很明显，很明显啊。哎，来来，换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先走了。第二组串烧演出结束，观众的热烈欢呼声像是预示了前九席位即将迎来的惊悚大洗牌。快点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走直线。好的，来。没有想到会那么高，就我的名字突然出现在第一名的时候，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来，快点，请来。来吧，哎，又是我是吧？是我吧？啊？为什么是第八呢？我没有放过他。加油加油！拜拜。今天这个状况表演成这样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也觉得。请新推官龙丹妮、毛不易来到舞台，推荐第三组选手。接下来最后一组串烧共享舞台的选手。接下来三位是我们明日之子的三位非常优秀的原创歌手。哇哦，靠作品抢饭碗的三位今天都准备了什么尖货呢？大考核的一个歌曲是我编了一个很长的科幻故事，因为那个故事我想写的一首歌。一开始就是他在北极，他快死了，但是他很想看极光，但是学校后来的外星人把他给接走了。这群外星人有一个飞船在各个星球上面采集资源，然后他就到地球的时候，然后就把这个人给采回来了，发现他很聪明，然后怎么发现的？就是因为他们，因为外星人科技比较发达，就是他在飞船上面他就重生了，然后他就跟他们一起去探索宇宙。我很喜欢他这种创作的一种方式，用一种讲故事和画漫画的方式去解决他音乐创作的一个出口，也是非常好的。这舞台长得就特别像一个飞船，然后这个衣服特别帅，很像一个船长。我的外星伙伴们就坐在我正对面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船长请开嗓吧。接下来的这位比起船长的风格实在是大相径庭。这一次原创作品从来没有去发表过，也没有唱给别人听过，很害怕大家会不会接受我这样子的音乐，这样子的风格。
犹豫。